非常欢喜啊，能够跟大家同聚一堂啊，我们一起来庆祝啊一年一度的佛诞节啊，一起来举行浴佛的仪式啊。那么佛诞节呢，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啊，那么一般是农历的四月八日啊，那么因为我们选择在假日啊，所以能够让大家更有机会来参与啊。那么我们在大乘的佛教国家，我们叫做佛诞节啊。如果今天在东南亚啊，属于南传佛教的国家，他们叫做卫塞节。所以当我们听到卫塞节，那就是我们的佛诞节啊，是事实上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浴佛节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借着浴佛来怀念，来纪念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诞生到世间来，为我们人类创造了真正幸福美满啊快乐的人生啊，也就是他带来最大的福音，就是帮助我们了生死成佛道啊。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记载啊，跟这个西方的历史记载啊，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间呢，是相差500年啊。如果距离我们是3000年，这是中国的记载啊。那么如果西方的记载是2500多年啊，所以以后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记载跟西方的记载会相差到500年啊啊。那么这是一个计算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么根据虚云老和尚告诉我们啊，我们中国的3000年记载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因为西方人啊，他们都是用2500多年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有这两种差别啊。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记载几年不是重要啊，是我们啊要怎么样对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教法如何依教奉行啊，真正的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我们得到了幸福美满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浴佛节的起源啊，是释迦牟尼佛诞生啊，我们农历啊是4月8日啊，那么一般呢称为悉达多太子的诞生啊。那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称乔达摩悉达多啊，乔达摩是他的姓，悉达多是他的啊名字啊。那事实上我们都称他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啊。所以从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让我们知道佛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教育啊。我们啊这个师父上人净空老和尚说，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所以我们这个教育的啊，最早提倡的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他是我们最早最根本的老师，所以称他为本师啊。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是老师，那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啊，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就非常的明显啊，是师生关系。所以佛教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称释迦牟尼，释迦是他的族名啊，释迦族啊啊。那么这个牟尼就是释迦族里面啊一个真正的，我们讲啊大成就者啊，我们讲大英雄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家族里面呢最有成就的。那么如果从这个字面上来分析的话啊，释迦是能人
摩尼是寂寞啊，从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就是教我们释迦牟尼佛诞生到这个世间，教我们要学什么，要学释迦牟尼啊，就是要学仁慈啊，能忍就是仁慈，牟尼就是寂寞，寂寞就是心要清净啊。那么这是主要根据我们这个世间啊众生的啊毛病习气提出的教育的宗旨目标啊，因为我们众生啊，你看几千年来啊，我们啊心里面没有慈悲心啊，到处充满了啊冲突啊杀戮啊，所以心呢、啊、不慈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出我们要慈悲啊，牟尼呢是心要清净啊，就是我们心呢、啊、很乱啊，不能够清净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学习释迦牟尼啊，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真正的成就者啊，就跟佛一模一样的啊，真正了脱生死啊，出离轮回，一生成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啊真正明白了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世间的目的啊，就是教我们要一生成佛啊，首先要先从具备仁慈、具备清净心来做起啊。那么当然了啊，我们今天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啊，我们都是净宗修学的同修啊，那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要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而且就要在一生来成佛啊。那么这是呢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的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在西方啊极乐世界有一尊阿弥陀佛啊，只要我们念他的名号啊，很欢喜的啊，很真诚的啊，想要去见阿弥陀佛啊，我们呢就可以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啊，他会来接我们，不用我们去找他啊，只要你念弥陀的名号啊，他就会找到我们啊，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就是弥陀大愿最重要的啊，十念必生啊。那么是谁教我们认识阿弥陀佛，教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净土三经五经一论啊，我们看到啊，其实啊是千经万论，处处都指归啊，也就是十方诸佛都共同赞叹的啊，就是这个净土念佛的法门啊。那么这个开端是由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念佛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介绍啊，我们听他的话啊。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啊，这十方诸佛这么多啊，甚至连释迦牟尼佛都是我们的本师啦，那为什么我们要念阿弥陀佛不念其他的佛啊？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念的啊，所以我就依教奉行啊，随顺诸佛的真实教诲啊，老实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就对了啊，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啊。所以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认识阿弥陀佛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去投靠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这个一生成佛的目的就达到了啊，释迦牟尼佛的心愿就完成了啊。所以这是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诞生在我们世间啊，是在印度南毗尼园啊，无忧树下啊，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啊。所以甚至最近有学者分析啊，释迦牟尼佛到底是印度人呢还是中国人啊，他们有一个论点说可能是中国人因为呢尼泊尔当时啊那个时候啊可能跟中国有关系啊，所以 啊不能说哎释迦牟尼佛一定是印度人啊，有可能是中国人啊，因为他的长相啊这个皮肤啦 这个这些呢跟印度人又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考据
啊，到目前还没有定论啊，但是呢这个不重要啊，因为呢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共同的老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佛经记载啊，在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时候啊，那么他的母亲呢到这个南毗尼园啊，然后啊当时记载啊啊他右胁啊去啊抓这个树啊采这个水果啊，这个当时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啊诞生了啊。那么诞生的时候，当时记载啊，天上有九龙啊吐泻香水啊，所以我们在供佛的时候啊啊，那么有九条龙啊啊一起啊啊来啊吐这个香水来浴佛啊，所以这是啊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这个记载啊。那么来灌浴菩萨圣身啊，无数的天神呢就降下了缤纷的天花啊，那么这些香水跟天花都是供佛的事物啊啊，都是表示啊我们内心的前进啊啊，来赞扬菩萨降生度化众生啊，将来为世间人带来无限的福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降生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因为他的降生，我们人类啊才有了光明啊，也就是能够出离六道轮回的希望从此就打开了啊。那么这个希望呢啊，到现在3000年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早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的众生啊，我们怎么样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要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啊，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说啊，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啊，几亿个人啊，大家都在修啊，那修了什么呢？不知道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啊，几个人成道呢？没有人成道啊，亿亿人又修行，罕一得道，很少有得道的啊啊，很少有成就的啊，但是唯一念佛法门得度，唯一的哈，只有一种，没有其他的了哈啊，只有靠念佛法门得度啊，所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早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大家来一起修学净宗啊，一起老实念佛，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啊，我们后世啊，佛教啊，这个信徒们为了要纪念佛陀的诞生啊，我们在这个仪式上啊，就举行了啊这个浴佛的仪式啊。但是我们今天呢 啊举行这个仪式最重要的啊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纪念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感念啊他啊给我们带来的啊这个佛法啊啊，让我们能够解脱啊苦难啊，尤其是我们能够超越轮回啊，一生成佛啊。第二个就是见贤思齐啊，我们见到了释迦牟尼佛就要想到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人成就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可以成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啊，夜睹明星见性成佛啊，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跟佛都是平等的啊。这就是其他的宗教跟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啊，其他的宗教没有说啊我们跟上帝是平等的啊，我们可以人人成上帝啊，没有这种说法啊。只有佛教啊，佛教是教义，所以他的说法是人人成佛啊，我们跟佛是平等的，因为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这个老师跟学生啊啊，这个关系，学生将来会成就成为老师啊，这就是佛教啊。我们讲到啊啊，这个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啊跟佛不一样呢？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就在底下这句话，释迦牟尼佛紧接着说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本来我们跟佛啊有平等一样的啊，这个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相好啊，圆满的啊能力啊，
那为什么今天会不一样？底下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啊，真正的答案就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就是我们天天打妄想啊，想东想西，胡思乱想啊。好啦，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恢复跟佛一样的啊向好智慧啊德能啊，还有啊跟他一样的所有的一切万德万能呢？啊，好，现在他老人家教我们老实念佛啊，我们就依教奉行啊啊，忆佛念佛啊，现在不要想东想西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啊，把所有的想陀都集中在一句佛号上啊，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啊，所以我说呢，只要见佛就能成佛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啊，我们今天怎么成就的方法啊，如何跟他老人家一模一样啊，圆满成佛的方法啊，这是我们在供佛的时候我们所要想到的啊。那么通常呢，这个浴佛或在露天的，或在佛堂啊啊设置这个灌佛的盘啊，那么盘中呢啊莲台安奉释迦太子的金像啊，就释迦牟尼佛啊刚出生的那个像啊，据说他走七步啊，每一步都啊站在莲台上啊，所以呢啊我们看到的形象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刚刚诞生的啊这个形象，然后沐以净水香花啊，以表示佛陀的精神长存在世间啊，所以这个庆典啊我们称作浴佛或者是灌佛啊，所以浴佛节啊是我们佛教信徒的欢喜节日啊，也是我们感念佛陀慈悲救世的心怀啊。那么我们啊极乐寺啊台南市净宗学会每一年都举办的浴佛庆典啊，那么依照了传统的啊法事啊，我们在这个大殿上啊来啊这个放置啊这个啊庄严的莲花亭啊，那么来供奉啊太子圣像啊，那么大众以啊盈满的啊净水净汤来沐浴太子像，借此虔诚的供养，祈求佛力加持啊，福慧啊增长啊，所以啊我们在浴佛的仪式当中，我们啊也能够启发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心里面内除心垢啊，内心的污秽啊，然后啊也能够时时刻刻保持身心的清净啊啊，其实我们就是一心念佛啊，这是最圆满最清净啊，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长养啊我们的智慧啊，然后最后追求达到啊智慧啊福德都圆满的自在的人生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量光无量寿啊，我们人人都可以啊证得啊，所以借此浴佛啊，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啊，希望能够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这个教诲最重要的就教我们老实念佛啊，我们大家要同生极乐国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